今天开始，那么我们后面的也就是金柜里面的是富人的啊三篇了。今天呢是富人篇里面的第一篇啊，就是人参啊，人参富人人参病脉诊病治第二十啊，第二十篇，这个是讨论啊人参病里面的常见病啊多见病啊，这个对于这一篇的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应该了解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一些人参病的范围，就是在人参病里面啊常常容易出现哪一些病症啊，那么我们这个是应该有个了解的啊，应该有个了解，比方说恶阻啊、腹痛啊、水气啊啊，人参的水气啊、小便难啊，这个是我们人参病啊常见的一些病。那么对于人参啊这个有水气以及小便难，它的辨证四字呢我们应该熟悉啊，应该熟悉的。那么最常见的人参的腹痛啊，那么这个治疗呢我们应该掌握，还有临床上也是比较多见的人参的呕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恶阻啊，恶阻，那么这些呢它的辨证四字呢我们应该掌握的，因为我们上临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些，而且我们金柜里面的一些方药来说应该是行之有效的方药，所以我们应该掌握啊，应该掌握的。我们先看第一条啊，第一条原文，他说妇人素有真病，也就是说一直有真病啊，就是里面有真假啊，有真块，筋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其上，伪真骨骸，人肾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历时胎也，下血者后断三月皮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真不去故也，当下其真桂枝茯苓丸主之。那么这一条原文呢它呢就是提示了我们一个，就是有真病和有胎如何来鉴别，以及如果是真病的话那么怎么治疗啊，是怎么治疗的。所以首先是它是胎与真的鉴别了啊，胎与真的鉴别。那么这一个原文就比较长啊，原文比较长，那么我们呢就是可以把它分成三段来看。那么从第一开始就是妇人素有真病到这个真骨骸，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述了胎漏下啊，这个胎动和真骨骸的区别啊，什么是漏下啊，有胎的漏下还是因为真骨骸真里面有真块而出现漏下啊，如何区别。那么后边呢人肾六月动，那么就是说胎动了啊，一直到这个就是后段三月皮也，那么这个呢就胎于症啊具体的啊这个胎动的情况的啊一些描述。第三个呢是就是第三段的就是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那么这个文字里啊对于实际上这一条条文里最突出的是提出了一个下血啊，有下血的这个症状。那么这个下血症状呢有是因为胎动不安而引起的，人肾的胎动不安而引起的下血，也可以由于有真块那么引起的下血。那么这里这个条文里面呢它是要把它进行鉴别的啊，把它进行鉴别。那么素有这个真病的这个妇女啊，如果受孕以后啊停经，
他没有到三个月，好像自己觉得呢有胎动了，啊，有胎动了，而且呢出现了这个啊有漏下血，啊就是有出血了。那么这个啊不是胎动，因为他胎动呢感觉呢好像有胎动了，病人呢感觉有胎动，而且动的部位呢是在脐上。那么这时候只有三个月的时候，啊，也就是，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里面呢它是有停经这个症状，不管是真病或者受孕啊，都是有停经，啊，就是这段时间月经没有来，那么我们很难判断它到底是由于真病啊而引起了停经，还是怀孕，啊是怀孕，那么这个。里面描写了他是停经了，那么但是只有停了三个月以后，他就觉得在脐上呢有胎动的感觉，啊，而且呢有出血。那么这个呢，我们要跟这个有胎动啊有胎而出现胎动呢来进行区别的。一般胎动，怀孕以后胎动都是五六个月才出现胎动。那么开始的时候，因为胎儿还是在脐下的，所以动呢也是在脐下动，啊，在脐下动。那么这里我们这一段里面他说呢，这个胎动呢不是人证的胎动，也就是说在脐。在停经三个月在脐上动，这个不是这个胎动，而是由于真病的缘故啊，真病。那么这个我们他怎么会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病而不是胎动呢？那么这里可以看出，就是一个病人本来有真病啊，平素有真病。第二个呢，就是他停经呢只有三个月。再一个呢，他胎动的部位呢在脐上。那么这个呢都停经三个月胎动在脐上呢，这个都不符合啊一般啊这个神证的胎动的一般规律的啊一般规律。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如何区别这个病人是怀孕还是这个有真病的停经，那么我们可以从他一贯的月经的情况来判断。那么如果是怀孕，那么他在这个停经前三个月基本上呢是月经正常的啊，月经正常。那么有真病的呢，他一般呢都可以出现月经不规则啊，要么提前，要么是几个月不来啊，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所以胎跟这个真病啊，如果是胎动和真病的区别呢，就是看他就是停经前三个月的月经情况，如果是正常的，那么这个我们应该考虑他是受孕了。那么如果以前是不正常的啊，那么我们要考虑是他原来的真病为患啊，真病为患。那么对于这个真病的治法啊，因为一般形成真块啊都是有淤血气滞啊，淤血或者是痰浊啊，这种凝聚在一起才形成一种增块，所以治疗上呢，真病的治法呢，就要消瘀化症啊，消瘀化症。那么他这里提出的代表方药呢，主要的方子呢，用桂枝茯苓丸。那桂枝茯苓丸，应该说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是很常用的一个方子。啊，很常用方子，它不单是就是说，我们妇科里面啊是比较常用，其他科目啊，像外科或者神经科等等这些呢，都是
在采用的，而且啊，国外啊一家呢对我们这个方子呢研究呢也比较多。那么桂枝茯苓丸它的药味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五味药了啊，只有五味药。啊，我们以前就是在那个序论里面已经提到过，张仲景啊，他的啊主方呢都是比较精炼的，啊，所以药味呢都用的比较少，但是呢，他每一样药都有每一样药的啊作用。那么桂枝呢是一种阳药了啊，是心阳啊阳药。那么芍药啊，我们学过中药都知道它是炼阴的了啊，是一种属于一种阴药。那么这个丹皮啊入血分的，那么这个啊茯苓呢有健脾有这个化气啊，有这个，所以它这个方子药味虽然比较少，但是它兼顾到阴阳气血啊，都兼顾到了啊，都兼顾到了。那么桃仁它有破瘀啊这个活血啊这个作用。那么整个方啊，后世一家都认为它有破啊的破血的作用，活血的作用，但是呢它呢不容易上啊，不会上症啊，它就是有这个像桃仁啊，有桂枝也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了，但是它有芍药呢来收敛，但是芍药呢用了以后呢，它也不至于收而啊过烈啊，不会过烈，因为它有这个桂枝的阳药，所以它这个配伍呢很精当啊，很严密的啊，很严密，所以共同呢会起到了一个啊消瘀化症的啊这个作用，消瘀化症的作用。那么这个方子呢应该说在临床上呢用的也比较多啊，后世医家呢也啊像陈修元他就说，他这个方子呢是淤血去而呢心血啊开始生了，那么真啊淤呢既然去了，那么心血呢自然啊会养胎了，因为啊这里提到的就是对这条原文啊有的看法呢，就是说它有真病然后怀孕啊，那么由于真病呢就影响到胎儿啊，就可以有出血这些症状，那么如果把真啊去掉了以后，那么这个啊胎儿就能够受到心血的啊滋养了。但是实际上临床上来说，如果真病啊比较严重的话，一般受孕的机会就比较少的啊，一般受孕的比较少的。那么运用我们这个桂枝茯苓丸来说啊，它运用的要点呢应该说第一个呢就是瘀浊停滞啊，就是要有瘀啊停滞在里面，经行不畅啊，月经呢虽然来但是不畅，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方子我们除了对于就是有真病啊，就是有真快的这种妇女可以用，那么有淤血内有淤血而出现的闭经啊也可以用这个方来治疗。那么也有的比方说结婚很多年以后不孕啊，这个啊查它的根本原因呢是一种啊，我们中医诊断它认为呢它是里面有淤血，或者有的就是不孕啊，有的它就是原来呢就是流产过以后那么造成的一种继发不孕啊，那么这个啊有的是就是里面还有瘀呢未趋尽的这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啊。那么这个它主要是里面是有瘀浊停滞了，所以可以用这个方啊。那么里面有针块，那么这个针块呢，就是不一定是包公啊，有针块我们可以用这个方。你比方说其他的像卵巢上啊这些有囊肿啊这些我们也可以用啊，也可以用的。那么有很多就是对于中现在啊他们西医称为子宫腺肌症的他们也出现也可以，也有的就是这种特点呢，就是腹痛比较厉害那么这种也是属于一种瘀浊停滞呢，所以也可以用也可以用这个，那么这个方药。那么或者是经脉失阻的，那么其他科里面的属于经脉失阻或者是气血壅塞的，那么也可以用也可以用这个方来治疗的。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方现在临床这个实验室研究呢也很多也很多，就是实验室的研究以后认为这个方用来呢对于一种弥漫性的出血血管弥漫性的一种出血呢，它有起到一种凝血的作用起到一定作用的，所以这个实验室研究也在。那么也有的报道他说呢，这个方长期服用的对于一种长期服用皮质激素的，就是吃激素的一些人，他常常有副作用产生了。那么和我们这个桂枝茯苓丸一起用的话就可以呢，就是减轻它的副作用可以减轻它的副作用。所以虽然它是这个方处在我们这个妇人参片里面，人参片里面是治疗就是有这个针块的有漏下的这种情况采用这个方，但是呢其他的只要是有就是说有瘀浊停滞的呢都可以用这个方。那么像现在更方便，不一定要吃汤药，桂枝茯苓丸有胶囊了，有成药，那么也很方便的也很方便。有的就是子宫肌瘤不很大的，他常常不希望手术治疗的，那么在服用这个丸剂的呢也是比较多的临床上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看到的。那么这个是就是胎与针如何鉴别，这一条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胎和针如何鉴别。那么有的他就没有有可能没有告诉你他以前有针病了，那么他如果告诉你就是停经了，那么好像有胎动，那么这个我们就要问他就是停经以前的月经史月经史如果是正常，那么有受孕的可能，那么如果是这个以前就不正常的，那么我们就要建议他做一些现代化的这种检查我们最方便 B 超这些，那么我们马上可以就是了解一些情况了。所以对于这个如何鉴别呢，我们在临床上呢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么如果诊断不正确，那么治疗也就会发生错误，那么要有的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了。比方说有的是怀孕才两三个月，那么你认为它是一种真病，那么你就把它用供下活血这种方法了，那么造成流产，有的如果是流不当的话可以大出血引起甚至造成休克这些都可能的所以这个辨别究竟是怀孕还是真病呢是很重要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条原文第一条原文。那么这个桂枝茯苓丸呢
临床也是用的比较多啊。那么现在也有的人认为这桂枝茯苓丸究竟是用丸剂好还是汤剂好啊，用丸剂好还是汤剂好，这个呢可以根据体质，因为有的体质比较差的，你用丸剂以后就是用胶囊这些，它的药效那药力呢比较轻啊，那么就是缓缓的起作用啊，比汤剂呢要力量呢薄弱一点，要作用呢缓慢一些，所以呢可以啊用这个就是丸剂，那么一般呢用汤剂呢可能效果也更快啊，效果也更快。那么这个是第一条原文啊，第一条原文。那么在第一条原文学过以后，我们就要掌握就是胎啊与啊针如何鉴别啊，如何鉴别。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停经呢，就是不能光考虑到啊是受孕，应该呢就是问停经前的月经情况，那么可以啊有一个一般的了解啊，有一个一般的了解，这是第一条。下面是恶阻，那么这个呢也是临床上呢比较常见的啊，比较常见的就是怀孕初期啊出现恶心啊，不想饮食啊，有的呢甚至呢不愿意闻到啊这种饮食的气味啊，不想闻到饮食的这个气味。那么他这里啊，我们原文当中呢有轻症和重症啊，有的呢就是比较轻，有的比较重了。那么这个我们先看轻症，看他原文啊，就是妇经月妇人的平脉啊，的平脉，妇人的平脉阴脉小弱啊，阴脉小弱，其人客不能食，无寒热，敏人肾。那么也就是说脉呢可以平脉啊，就是脉象上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阴脉也就是说可以就是尺部的这个比较弱一点啊，尺部弱一点，那么有口渴的啊这个症状，饮食呢也产生了变化，但是它没有寒热啊，这个没有寒热呢也是跟啊一些外啊表症外感表症呢加以鉴别。桂枝汤主之，那么在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啊，可以用桂枝汤，愈发60日当有此症。那么就是这些症状呢一般都是有就是60天左右啊，60天左右可以出现啊，60天。那么一般啊我们临床上看到怀孕妇女的恶阻啊，那么反应啊，也就是说怀孕反应啊一般都是啊两个月左右开始的啊，两个月左右开始的。是有医治逆者，也就是说如果有啊误治了以后啊，那么却意月如吐下者，则绝之。啊，对于这个知觉之呢有三种看法，我们后面再说。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恶阻的一种轻症啊，这里描写的呢是一种恶阻的轻症啊，恶阻的一种轻症。那么这一条呢就是对于恶阻轻症啊，这一条是恶阻轻症的一种治疗啊，如何治疗。那么妇女在怀孕的初期啊，刚刚怀孕的时候，那么生理上呢都会发生一些啊变化啊，发生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应该是说生理的啊，不是病理的，是一种正常的变化啊，正常的变化。那么看上去呢好像就是有病，但实际上呢啊这个是不是有病。那么首先产生变化，你如果一受孕它月经就停止了啊，月经就停止，月经不来啊。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
2个月左右呢，它可以啊出现一种啊怀孕的反应，就是不想吃饭啊，啊或者是啊要呕吐啊要呕吐。那么有的啊也会有点怕冷，啊很嗜睡啊想睡啊这种症状出现。那么这个一般的话比较轻的话，应该说啊不需要治疗，它过一段时间逐渐的啊身体里面呢自我呢会调整的。但是如果比较严重，那么啊必须要治疗啊必须要治疗。那么对于所以这个是否怀孕啊，对于停经以后是否怀孕呢，我们呢应该啊辨清楚啊辨清楚。当然现在呢有可以啊检查的手段了，那么更啊不容易啊产生误症啊不容易产生误症。那么对于我们古代呢，对这个就是月经停止以后如何诊断是否是这个怀孕还是病呢，他都有记者啊都说的，应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像《素问》里面他说何以知怀子啊，何以知怀子且生，怎么知道是怀孕了呢，他说身有病，看起来呢好像生病，身有病而无邪脉，看起来好像病。那么这些啊就是停经了以后有的妇女就是啊很像睡啊好像懒洋洋的这种啊啊胃口嘛也不好，那么这个好像是有病，但是你按它的脉象来说呢啊不是一种有邪的脉。那么有的可以说可能说他说是不是啊脉象上面马上能够切出来啊，一般的话啊刚开始怀孕1个月左右啊脉象变化比较大啊，不是很大，脉象变化不是很大，除非就是这个病人啊一直啊就在你这里啊看病的，那么你会觉得他脉象呢会有变化啊会有变化了。那么初的时候都啊脉象上反应不明显啊，偶尔小弱一点你也可能以为他啊就是不是一种虚症了啊这点。那么他为什么这个脉象呢啊是阴脉小弱，那么这说明呢就是怀孕以后呢啊这个阴分呢啊就是略弱了以后，那么阴阳呢一时性的失调啊，这是阴阳的一时性的失调。那么因为胎源出接了这个阴血呢一时呢不足啊，所以这个阴脉小就是尺脉呢弱一点啊弱一点。那么这个其人咳就是有口咳，但是这种口咳啊跟我们有内热啊或者啊是外感的发热的口咳呢是不一样，就是直觉的呢比较干燥啊，有点想喝水但是不会啊像那种大咳的这种感觉啊，主要是阴血不足啊不能上乳引起的。那么这个不能食呢是啊因为冲脉之气上年犯胃啊引起的这个胃气上年。那么胃气我们知道是应该降的，它上年了以后就要恶心啊呕吐啊啊出现这种症状啊出现这种症状。那么无寒热嘛，那就是说这种啊比方有的孕妇啊她稍微有一点怕冷啊不想饮食啊，那么没有寒热我们应该排除她是有一些外感症状啊，排除她的这些外感症状的啊排除她。那么这个啊是就是怀孕初期啊她一般可以出现这些情况啊，脉象上面应该说是没有很大的变化啊，没有很大的变化。那么一般啊脉象我们啊就是按上去啊感觉比较明显的，那么总要2-3个月以后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孕妇啊常常见到滑脉啊，这个都要2-3个月以后才啊比较明显。像那个素问里面也提到了，妇人手少阴脉动盛呢怀人子
那么这个一般到要三个月左右啊，三个月呢，此脉呢才是滑数了啊，滑数。那对于这个治疗，因为它也是比较轻啊，是阴阳的啊一时性的失调，所以治疗呢，他就用了啊，张仲景提出用桂枝汤啊，用桂枝汤来治疗。那么这个桂枝汤啊，我们熟悉，它是属于我们方剂里面是排在那个解表剂里面的啊，是解表剂里。那么这个是怀孕，是一个就是一种内病了，应该是一种内病，而不是里症了，不是外感症。那么怎么用桂枝汤呢？那么桂枝汤啊，它的作用来说啊，应该说它对于解表的使啊，我们用它解表呢，使它有解肌和匀啊，解肌和匀。那么对于里症来说，它是起到一个调和阴阳啊，调和阴阳。它解表的话，我们都是太阳中风啊，就是感受风邪啊，有汗出。那它也不是一种发汗啊，把这个就是散寒啊、祛风力量比较强的这么一个方药了啊，这么一个方药。那它对于用在里症的话，它有调和阴阳的这个作用啊，调和阴阳。那么像阴阳失调的，我们都可以啊用桂枝汤来治疗的。那么它呢，我们这个人症初期的时候有这个。恶阻啊，轻微的这个恶阻的情况下，我们只要用调和阴阳的办法啊，这个用桂枝汤呢，来调和阴阳呢，就可以治愈。那么这个啊，就是说，像一般如果说早孕的妇女啊，稍微有一点恶心啊。不想饮食啊，人呢好像很倦怠，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呢也可以不用药啊，不吃药，他逐渐自己呢会调整过来。有的怀孕那他比较轻的话，他根本不需要用药啊，他以后啊过了三个月以后，两三个月以后啊，他马上就是跟常人一样会吃会睡啊。很正常，但是有的属于体质很差的啊，或者是胃气呢比较弱的，脾胃比较弱的，他可能这个反应呢就比较重一点，那么这个就需要治疗。那么他这个原文当中后面呢提到了一个知觉知啊，对这个知觉知呢有三看法，这个我们讲义上面呢也提到了啊。一个呢就是断绝病根啊，就是把病根要断绝掉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不单单就是拘泥想要安胎，那么如果就是有就是其他的引起这个呕吐啊，或者是下痢啊这些的原因的，那么可以把那种病根先去掉，不是先要安胎，而是要先把那种病根就是知觉知，这是一种看法。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呢，知觉知呢就是不要用药，断绝用药。那么这个观点呢，我觉得临床上对于一般的人体质呢上健康的人，那么反应不是很严重的，也可以不要不用药，那么可以适当的饮食调理这些方法呢来就是进行调理的。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个看法认为知觉知呢，就是说的对胎儿就是有吐有下痢或者是医生误治了以后呢，就是影响了胎儿有堕胎的这种危险了就是这个胎儿呢要堕胎了，那么这绝对是指胎儿了这个呢一般就是在物质上面容易产生这个情况。
那么一般啊，就是但是呕吐啊、炎症反应啊，那么就产生堵胎的就比较少，一般都是现在都有这种反应的都进行治疗啊，进行治疗了。所以应该呢，就是第二种和第一种观点啊，对我们这个有临床上来说呢，比较有指导意义啊，比较指导意义。这是就是怀孕初期啊，就是反应那还是比较轻的话，我们只要呢用就是调和阴阳的办法，也就是说呢，就是用桂枝汤就可以了。啊，桂枝汤在临床上啊，就是用的范围呢也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多。那么在这里我们妇人篇里呢，他也提到啊，用这个用在一种恶阻的轻症啊，这主要是因为啊是临时啊一时性的一种阴阳失调。那么经过这个桂枝汤调和营卫呢，这种症状呢马上会就是消除的。这是恶阻的轻症。那么第二个恶阻的重啊，恶阻里面第二个内容呢是重症啊，比较重了啊，这个个人体质不同啊，这个肠胃功能的不同啊，所以它的反应呢这个怀孕以后的这个反应，这个生理变化呢也有不同的。那么有的比较轻，有的比较重，那么也有的就是本身里面如果有寒饮啊，那么这个就变化呢就不一样了。下面这个重症呢，就是它原文是这么说的，人肾呕吐不止，就是频繁的呕吐了频繁的呕吐。那么用干姜人参半夏丸主治用干姜人参半夏丸主治。那么这条原文啊，我们看到就是他提到就指到一个呕吐，那么其他症状都没有描写都没有描写。那么我们就是要根据他的用的方来测证，也就是我们以前序论里面提到的以方测证了，要以方来推用方用的这个方来推测症状来推测症状。那么他这一条的病机来说他的病机应该呢是胃气虚寒胃气，也就是说这个孕妇本来呢是胃气比较虚弱的，那么再加上里面有寒饮，有饮邪饮邪上炎，那么造成了这个呕吐不止。那么呕吐不止呢是胃虚寒饮那么浊气上炎那么产生的。那么这里我们看呢，我们从他用这个用的这个方，也就是干姜人参半夏丸来看干姜人参半夏丸来看，它里面应该呢还有常常见哪一些症状呢？呕吐轻涎，就是吐出来的东西呢不是一种那个，是一种口水一样东西比较清晰的清晰的，是我们说痰饮，我们以前学过痰饮篇，就是痰和饮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由于是饮邪，不是是一种属于寒的，所以是清晰的东西比较多。那么一般呢口不渴，或者呢有口渴的，但是他喜欢热饮喜欢热的，喝热的。那么也可以由于饮邪可以上冒倾斜这个轻敲呢可以又出现眩晕或者是出现心悸。那么脉搏呢可能细滑，或者舌苔呢是白滑舌苔白滑。那么这个主要是它里我们是它这个症状我们原文里面没有提到，我们就是从它用这个干姜人参半夏丸来看，那么它应该还有这些其他的兼症。
啊，其他兼症。那么我们临床上并不是只看到病人有呕吐，我们马上就用哪一个方，那么还要根据他舌苔啊、脉搏啊。